大家好，今天是双十一，虽然台湾没有什么双十一，所以我想说反正就应景嘛，那就买了一个达美乐的披萨四喜，那我买的是豪华的，豪华四喜的，看起来就是很厉害，那先来吃看看。然后我这次买的这个口味啊，我是买它是饼皮是薄的，里面是有软的那个起司。那先吃看看这个好了，哇，好香！我们看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夹心的，中间这个软的那个起司是很明显，很多超香浓的，很香这个，很吃香它这个。刚刚我吃的是，应该是那个泡菜口味的吧，泡菜海鲜的吧，那。可能是像这个明太子的，一个明太子，吃看看这个，撒一点这个辣椒，哇，看。看中间的夹心，起司超浓的，明太子的也蛮浓的，再吃它那个意式丸子，很丰盛，又撒一点辣椒粉，这个意式丸子的这个意式口味的，其实它好像还有个美式的香肠，先吃看看这个，
这个意式丸子吃起来有意式香料的味道，很香。只是这种薄片的，它中间夹心加这个软式起司的，好像就不会有拔丝的那种。而且它中间夹心的起司，软式的起司是有点咸咸。这个应该是青椒，青椒泡菜吗？它这个好像是有烟熏的，应该是烟熏的鸡肉吧，烟熏味蛮浓的，也很不错。这个明太子，然后这个是意式丸子的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烟熏鸡肉的吧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应该就是那个综合海鲜，它还有泡菜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。它有泡菜，然后又有海鲜，然后有这个菠菜，这个吃起来口味我比较喜欢，有丰富很多。这个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让人家就忍不住一个吃一个。我想这个热量应该是爆高吧，就不要想减肥的这一件事了。反正双十一嘛，得让他欢乐一下身体。这真的很好吃，下次我可能就考虑只买这个口味吧，这真的好吃。它这个我买的四喜，我是买豪华四喜，它还有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四喜的，不然就下次再试试看那个四喜，应该也是不错。怎么样？差不多。这炸披萨没想到我一个人也吃的中间大概是有四分之一。热量爆高，真满足。好啦，今天我的影片就拍到这里。我今天吃的是达美乐的豪华四喜，那就没有为什么，就只为了双十一。
就放纵一下咯。好啦，我今天影片就拍到这里咯，那有喜欢的就欢迎订阅跟按赞咯，拜咯，也欢迎大家去买回来试试看看，真的好吃。